大家好，这是我的水果疫苗。本来疫苗的时候有不少颗，但是不小心被鸡仔们给啃了，所以我现在的水果玉米呢只剩下六颗苗啊，在昨天已经全部都好好的给它定植了。那定植了以后呢，也顺便辟了田，种了一些香菜啊，这个宝丽龙这个东西是种的是香菜。那这边土地的上面呢播的是莴苣，那这一次呢香菜跟莴苣我都采用了直播的方式，那感觉上呢应该是可行的，但是呢有很多的问题啊，因为有很多的虫，而这些虫呢可能会造成种子的流失，当这也是一个实验啦，那我只是试试看，那这样是不是会成功。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来观察一下昨天所种的这些植物现在的生长情形咯。